我们的特级 piano 来看看。这个貌如怎么讲？这个美貌如花的这个女孩子，现在突然间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在玩享受玩的，玩到不要吃饭，玩到不要睡觉的这种电子游戏机。以前我家里是有一台，这也太瘦了吧！妈呀，上身材要了。对啊。山富男人有阳台。为什么？老婆打牌。老公揸的士，你会弹你有什么建，就是有什么建议吗？给师弟的建议啊？吉他肯定要练习，对对对，但是唱的是确实没话讲。哦，谢谢谢谢，真的是对，谢谢。哇耶！ Yeah, 在过年的时候带这样的喜气洋洋的珠宝，很开心吗？开心。可是我觉得啊，我觉得都蛮好看的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 Rocky， 因为他，我觉得他穿上这个可能就是有一点年轻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我是林宇中。我们今天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烧肉干，加油喽，耶、yeah ！这样子可以了吗？还是要烧？哦，还不行吗？啊，还要吗？差不多。要到什么颜色？是红色。像皇帝出游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好，龙虾肉干来试试看，两位，来给你啊，那上次好嫩。哇，不错，蛮好玩的。原来看似简单的 roti 穿来一片野菜卖一块多钱，一块两毛吧。原来过程是这么大一门学问。哇，真的，张栋梁也是我们其中一位代班的主持人。